妈，你先在这歇啊，我回家去拿点东西。啊、嗯。再去买几块我老爱吃的雪糕，其实我也可爱吃的，给他带去。走吧。东西取回来，咱们吃烤肉。雪糕。啊、嗯。你说的啥？那好吃的。雪糕放冰箱里了。他家没有，我存起来是吧？我也可爱吃这个。你妈都买了。昨天买没买着这个，我家超市给送的别的。楼下没有，他家那边有。这一盆肉今天晚上我们就给他烤了，稍微动一点就好切了。对。这叫口锅啊，老一会儿那烤了那个汤可鲜了，溜窝子，你老说溜窝子，刚才你老说是黄团儿，少放点油就行，咱们先烤五花肉，烤出来吧。咱爸咋没动静呢？来呢，出来。爸，你吃肉咋不积极呢？哎呀，我在这忙活呢。老上桌，嗯，那我先烤烤。老，就这个汤啊，可鲜了，一会儿烤烤了，你尝尝。烤了你还带汤呢？啊，一会儿烤完你领着带汤。再烤一烤，看这里面这汤，就喝这口鲜汤，嗯、然后喝完汤之后再吃这黄肉，差不多了，这些好了。老，这些你们可以夹着吃了啊，我给你们烤。老，你尝尝那个汤，嗯，鲜汤啊、哦嗯，喝了长生不老。嗯，哎呀妈呀！八字农村肉香不香？香，味儿都不一样，我跟你说。在线感谢一下你二舅哥、二舅嫂，特意给送到东化的烧的。有讲究啊，二舅肉可香了。今天二舅打完电话了，感谢了呀。你是不是有点上火？你蘸点这个料。慢来一个，我吃了。慢来一个。那个，有肉谁吃啥呀？这还有肉呢啊！明天俺大爷来一顿。来这儿了，你们不能太上哪儿弄了，嗯，介不介意再去一个？介意。吃到最后，我们这个团队又壮大了，又来俩大爷们，下桌俩又换来俩。